大家好，今天是中秋节，然后我们也能出来了，所以今天呢又和小汪出来吃饭了。今天我们打算吃烤鱼。沙漏流完之前就能吃上了。小汪，小汪，点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荔枝香辣烤鱼。对，这边是我们点的菜，还有一杯这个叫啥杨梅一斤多。不是，你的是桃桃一斤多，他说很难喝，然后让人家给重做了。还想吃什么菜？全下吧。人家挑什么香菜，我挑葡萄干。真的很特别，很特别，但是我喜欢吃。太贴心了。哎，真的很奇怪，你不喜欢吃的我都喜欢吃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，就是互补好吧。就是吃一点这个酱，这个糖汁。可以，谢谢宝。葡萄干挺好。哇，里面还有荔枝呢。对，荔枝。哦，好烫。不好意思，烫烫烫，这次不是粉丝先吃了，是我先吃了。我赢了，赢麻了，赢麻了，好烫。下不了口。哇，感觉还挺好吃的，吃个鱼。要煮一会儿它入味了才更好吃。现在就挺入味了，我感觉。哇哦，好大一块鱼，蒸蒸。好喝一点啊，浓稠一点。可能说了一下就把你的一斤多加多，就是那个加多了。料加多了，反正就是呀，就要合理提出诉求，向宝宝学习。就是我们不挑吃的，你没有挑吃的，但是就是没有消费者反应，他这家店怎么可以提高呢？对不对？说的对。嗯，还挺好吃的。嗯，它这里面的荔枝还挺好吃的，感觉是那种现剥的，不是那种罐头里面的。哦，新鲜荔枝。嗯，新鲜荔枝还挺好吃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吃完饭去买那个叫什么麦当劳的新品玉泥麻薯麦旋风，还有什么，还有那个脆脆奶丝三角派，是吧？还要得背个名字，好难呀。就是，对，这么感觉没有地方坐呀。耶，两个新品。像初恋一样的甜，可还行。对呀，啊，比初恋还甜。咱们在一起就是比初恋还甜。对，人家都化掉了。嗯，哎，因为找了半天的路，白就找到了。是的，没关系，好吃。哎，就有点太甜啊。对，还行。甜。嗯，有点甜，而且都化了。这首歌好听。嗯，感觉像那个可可三角，你吃过那个可可的吗？没有。哎，我吃过。嗯，可可的是里面是黑色的，它这里面是白色的。嗯，是白色的。嗯，为什么你觉得是黑的？你是不是还没咬到里面呢？嗯，很好吃。不是很齁甜，就是有点油。对。嗯，我喜欢吃这种咸口的。这不是咸口的。咸口的呀。这绝对是甜的。这首歌好浪漫啊。笑死了。好吃，干杯。我快吃完了，干杯。嗯，哇，感觉有点像那种奥利奥那种感觉。对，好吃的。嗯，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反正它这个芋泥就是感觉像香精味太重了。嗯，不是那种很健康的那种芋泥。但咱们这个还是炫了的，我看他们好多
小红书上面拍的那个，嗯，都没有给他们炫开，就直接撒了一坨那个紫色在上面。啊，这个是玩具吗？这个小的，这个也是真的啊？他怎么？他仰天大睡吗？睡得很舒服。刚刚把小汪送走了，因为他要回杭州去打疫苗去，所以呢我现在就打算一个人再在这边逛一逛。因为感觉太渴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瓶这个乌龙茶，在名创优品买的。天哪，名创优品的这个三得利居然要5.5一杯。然后我现在就一个人坐在这歇着，我的三得利都喝完了，然后又在一点点买了这个茶冻芭乐柠檬玉冰沙，感觉我都好久没喝那个一点点了。我还往里面加了仙草，我感觉就是夏天喝这种就还挺清爽的，什么芭乐啊、柠檬啊、然后冰沙啊之类的。我感觉今年我都没怎么喝奶茶那些，就主要就是喝这种果茶呀，还有柠檬茶之类的。然后我又来 Zara 逛了逛，这个背心是我在网上买的，我还挺喜欢的，这一套我也打算全款拿下了。回去路上看见的云和夕阳给你们分享一下，嘿嘿。然后晚上没人陪我吃饭喽，我就一个人跑到全家随便吃了点东西，这个是那个泰式甜辣鸡肉串，我感觉还行吧。它的炸鸡外衣是已经不酥了的，但是它这个酱我还挺喜欢的，就是那种泰式甜辣酱。然后我又一个人来坐了这个有轨电车，因为我觉得还挺浪漫的，中秋节就需要浪漫一下。最后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拍到的月亮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都能见到自己最想见的那个人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大家拜拜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